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视频是，把任小务屏堆副都本关掉。冥想，靠北的工厂小话，没有了，开始笑。好，我们就直接进去啊，我冥想会议室。我是队长吗？知道，至少我不是。好，我是队知长。道。好，观众，那我们开始哦，我们是四个人挑战，Go。有吗？大家就又是不同的地区就好笑。那就真的是哎呦呦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那个，我有看到，零零了 ，OK。要先接个任务。你等级太高了哦，拜。他真是拜嘞、欸，那你等我们打完就那个。那冥想我们打掉之后再去打正常副本啊。OK。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个等级太高，他21等，我超过了。什么？现在干嘛？快现在打过来，现在打开。我被殴了，快救我！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你附近一直绕圈圈。你在干嘛？快打、啊！他在接任务。你在干嘛？来接任务。这是明显那个水晶副本，水晶副本的没见等级。好像蛮弱的，而且15到20而已。好像蛮弱的。好了，然后我有任务在堆尸前进。不要怕，你们别动。展现社会的也太惨了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喂，你是在放吸血鬼，还有浮空啊？不要难过，我们的好事。哎，老虎来了。你们吸怪吸那么快？然后他们自己跑过来啊，跟我似的。所以看来这个你也不用解说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直接击倒黄龙，直接抽就对了。呀，无需解说，无需多言。这大概就是15到20。只是要帮我看，我 OT 会要你帮你吧。这游戏就是团队游戏，所以你是要单面或是什么角色单面，好不好？啊，其实他可以换其他水晶面，可是他在坚持，一个奇怪的人，啊，他就是，那个黄色人之后打完会出现那个3、4个小的，那是炸弹，然后那个炸弹炸得非常痛。你说黄色的打完会出现炸弹？你说黄色的这个影响力的实战打完会出现炸弹？这个好好、哦哦、出来，这是这个对不对？这是炸弹，好、哦，快跑快跑！完了才会出现。这是炸弹，都是那种小的，就是炸弹。这些都是炸弹，快跑快跑，靠腰哦！他们会追你，干！而且可以打掉吧？炸明就要打，证明就要打。毒的，每秒扣100左右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没有补士啊，硬砍。头上有金刚啊！他头上有金刚啊！室友是讲说他们是爆炸爆炸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怎样怎样，好不好？好痛好痛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补士都补回来，好不好？真是可怕。这个游戏才有补充的，好不好？其实整个副本都可以边聊天边打，我现在也只有打到这个副本里面，这还不算是副本，这是小型。没有，我被追。哎呦，赶快救他！普斯被追，普斯被追，小心了。大颗的不会爆炸啊。没有爆啊！啊有在追了，在追了，然后爆炸，会爆炸，在追啊！被追到，被追到，好可爱啊！是有点可爱。击倒冥想自爆蜘蛛，击倒哦好。还有叫，明明就是任务的那个。这边，这里还有一只哦，我这里还有一只，我这里还有一只，你们那里还有。下一只，一下爆一只，装备太强。这只花也太多了，我要讲权杖。你用权杖，你的铁锤。别了，我又被追了。去保护他，我来看。这世界不科学。我来，不要乱跑啊！你不来啊？我不想被打。你就不要乱跑啊！
可是不断跑就会被打。你要叫一声我们就来。不要被打。没有，这个好想要。谁？是石云。石云怎样？抽到了冲武器的道具。打快打！好吗？不出来啊！然后打十下了。爆掉！一直爆炸啊！全世界变黑暗。我们打，我们打那个。哎，我觉得前面的怪好恐怖。先打十下再说。他狼王。哎呀！狼王，快帮忙打十下啊，亚哥们！你们在看戏啊？那狗在干嘛？这边有石像啊！你去打那边石像。那老叫我们分开，我补不到，而且我会被怪打。好啊，那他一个补吧。他最帅的补。给我。好吧，那我过去打石像。他我补不到，而且我又会被怪打。所以最好呢，我负责站在你，负责站在你旁边。没有怪的时候可以去打那个，有怪的时候帮我打掉。他好像是一直升的那种类型。因为我没有放任何攻击技能在上面，因为魔攻不够。全部。我连武器都切，我连防具都切。要死哦！小智啊，炸弹口，炸弹口！哇，为什么炸我靠背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？你自己不跑了。好了，换另外一边石像。今晚打老虎。大老虎，身上发过绿香，别个撞你。希望这边不。我去打石像。要打好。没有 OT。要扛住哦。打石像。打副本的话，我可能就要把枪。我怎么跑这么慢啊？我们老五是在练等一下，我还先撤出来。你们两边分开我，我回血量根本顶不住这个。我打石像不用我走，我等你会被怪兽啊！光光球谁不会打你？而且你会被揍，你看你血是多少？这个是要点 CP。哦，我们宠物这边去了。我终于没开宠物。现在快打，我放 bug。看我水晶盾。我们不是一直被追了，靠！救他、啊！被打是还好，我怕我魔先干掉。OK， 你猜我自己有在喝，但几乎都喝魔力水啊！就是这只狼哦。等一下，先坐下好吗？休个息。我觉得你们后面是不是有一票？哎、欸，等一下炸弹在旁你旁边爆炸了。都爆了。OK， 这炸弹倒还好，没很痛。等一下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懂的时候变眼镜姐姐了。你一直都是眼镜姐姐。打到眼镜不戴吗？三天。我刚刚差一把刀，有点恐惧。个人觉得应该打场地要求。等我们补师补完魔之后，我们就要结束这个关卡了。前面那只大概就是 BOSS 了，这只冥想愤怒狼王。他告诉我一个二号，说我的骨是二，说我的宠物已经死。那就 combo 了。好，就够了吗？上个 buff。OK。上个 buff。谁要坦？
我要先开，我要不知道隐身，我那个还没练好，没有切就没有切就打了，没有切就打，很鸡巴哎，我那没练好。四颗水晶多难练的，他那个超难练的，我听到我都惊呆了。他在补血，他治愈了，他放了治愈符文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太有福了，努力敲，努力敲，我感觉有点难打。那我觉得比刚刚那个好打多了。哦，起码不用乱跑。爆炸头、哦。会不会等下掉小兵吧？不会吧？不会那么沉吗？你有一刀吸仇恨值的技能棒？没有啊。我没有放那个灵魂水晶。没有了，你的铁锤自动刀是不是放那个吗？不是啊，我换了水晶锤，你不是知道吗？哦，所以那一招就不能用那个。对啊，你想要如果打水晶弓箭的话，我会去换成那个豆丝，不用担心，我会拉。水晶锤的招式是什么？水晶盾啊。好像都没扣。有啦，慢慢扣扣。他如果想要再扣，有扣一半了，扣一半了，扣一半。他要回血。你如果不行，先退出。如果不行，先退出。谁不行？说如果你扣太快，你先退出换我吧。可是其实根本就没人扣很快啊。没有，我很怕了，因为谁知道这王胜最后三分之一会不会开一些很强的？对。哦，就疯了，爸爸。三分之一，我反应能力很强的。我可是优秀的时空组织兵，我是优秀时空组织兵，这些反应能力是必须要的。说你有反应过？他刚只是在。加油！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了，三分之一了。我上 buff， 我上 buff。冥想的狼王，你可能非常的难打，是这个副等最高的等级才打，15等上进来可能就被秒杀了，大家要小心哦。加20等再进来。我觉得是时候要放那招阵地了。到了，帅一下，我帅一下，就这样。老腿就这样，就这样吗？好吧，我不行。哦，最后十分，那个灯我要可以超出来。最后十二分之一吧，还是十一分之一呢？他 buff 都没了，他 buff 都没了。buff 没了，他现在挥的非常没力，好不好？就像没吃饭的人一样，没吃饭的狼人一样。没吃饭的狼人。啊，不行，没吃饭。他又放 buff 了。快点放！加攻击，加攻击！我加攻击，是吧？好弱哦！关卡获胜，恭喜挑战成功！耶！攻击挑战成功！请等候时间离开副本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个就是公测封测开放的一个小型的小副本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拍个照。修炼之阵在哪里？来拍个照吧。好，来拍照。来，三二一，欢呼！可是这边有副本的字哎，三二一，欢呼！哎，来不及啊，来不及，站着就好了。好吧，哎，出去。那爆真的很帅。